大家好，我是老人与狗哥。哇，有人恶心，刚一开始丢，你看。老人呢？今天要开炸了，棺材板。屏东市好像也有人卖过，因为我经过的时候，我有看他们就是看板有写棺材板。你确定是棺材板还是棺材而已？今天我做的棺材板呢比较特别，就是真正的像棺材一样。我老人可以躺下去的，各位看一下，来吐司，就是面包店那种没有切好的吐司啦。哎，听说这个要放隔夜，老人呢准备来去炸，开炸了哦！看一下油温175，然后现在把它夹起来放下去。哇，它是浮在上面的啦，你看现在是这种颜色啊。表皮我们这样刮，如果那种脆脆的声音就可以了。应该它不会是含油是往下沉吧？还是你拿真正的棺材来炸？你看我怎么翻它都不能震哦。你看我翻这样子震，对不对？你看它又洗一边，你看我就这样子定住它，看你多调皮。欸，其实我按下去的话，它按不下去。但浮力很强，这可以当船呢。有没有颜色？有没有差不多了？我刮看看有没有疏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巧克力棺材起锅了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，有没有？我刚刚用手去敲，看会不会很硬啊？超硬。棺材板呢，要放凉才可以吃。我们现在去备料。老人生平第一次是棺材板啊制作的，走。那么融化奶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蒜跟洋葱，就说中火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的厨房是有点吵。好，有点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加面粉。因为我们煮蛮大锅的，所以我们慢慢加。可是炒炒要成糊状，那个糊就是有点像团状一样。先加一些牛奶，我们先炒到让它没有颗粒状。其实这就是白酱了，其实大家在家里做就可以，这个是最简易的白酱。你要炒意大利面啊，这个就可以炒了。适时的先小火，因为我们要把一些东西放进去，这时候就可以把全部的东西都放下去，看起来是差不多咯。外面卖棺材板一份多少钱？差不多50吧，我们卖50块划得来？划不来。如果我们这个做起来卖200块，会不会亏本？我们准备端进去，老人来切吐司。好，各位看一下老人的棺材板，看这个大小以后应该是火葬。来，老人切了，不要紧张，这个不赶时间。赶时间在你旁边。没有赶时间，你会不会发豆芽菜？这棺材呢，一定要有盖子嘛，我们这盖子不可以坏掉了。先磨砂了哦，一定不可以断哦。现在现场这边有30000多人在看，看老人在开棺了，有没有？以前常在开棺，就是有盗墓的习惯。哦，有个破坏手。哎，那个手是怎么样？棺材板最重要就是这上面这一层棺材的板。我转过来看好不好？这边这一面应该也不错了。我想。哦，成功了！哇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有没有盖子？再来来。有到底有没有？你到底有没有知道？吸口水啦。那口水有点。这里没有含油，这里没有含油。我拉起来哦，开心耶，好吃吗？赚到了！哇，太棒了！哦，打死他，那来抢了！真正的棺材板很像棺材，有没有？加料啦，加豆芽菜跟咪咪的口水。你要小白，你要不要你加你的口水？你小白，老人现在加料了，我加给他满，给他煎。哦，哇，我方向倒错啦。要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这个方向才对的？哦，你那边你那个铲子拿开，你找一下花枝。哇，小花枝！哇哦，小花枝啊！来来来来，那边你在干嘛？你是在拿给，咬给我呢？他玩得很开心呢，还在挖吗？已经够了呢。老人呢？倒好再准备了。刘小白，要拍影片，还是流口水？他自己先吃了，先品尝了，先给刘小白吃。我们好东西一定要先给刘小白尝看看啊，好吃吗？来讲一下口感。他要拿给他妈妈。为什么丑掉？我要吃这个。哇哦，你这个
个反而很像海鲜炖饭。哦，我今天吃整颗吗？那我陪你好了，来来哇，来来，不是干啊，哇，入口即化哎，入口即化，对，我知道，它很爽脆，好吃。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配面包，对，一定要配这棺材啊。我给你咬，来，一人咬咬脚来，一二三，哦，哦，脆的，张君君。嗯，我刚才吃中间哦，它的酱配上那个面包真的好吃，很有吸力的啊，有个 taco 一样的吸力，在干嘛？还有吸力人气，哎，嗯，炸的很香，花的，哎，吃到炸了，吃到炸了，没事没事，爸爸妈妈，棺材板是好吃的东西，还是我们特地料理的关系啊？因为你已经半只脚踏进去了，年过五十，我觉得你们这个海鲜处理的很棒，这绝对是新鲜的食材用出来的。而且我儿子很喜欢吃啊，花椰菜，哎，这个白酱配，没有卫生啊！哎呀，我不知道棺材板那么好吃。昨天晚上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有梦到我躺在棺材上，所以说我今天才会拍这个棺材板。哎，那你躺的是什么？你躺的是什么木头的？哎，这个面包的，面包超软。哦，面包比较便宜。如果快木的就麻烦，就麻烦了。棺材板瀑布，耶！棺材板瀑布出现了。好像还好，没关系，有留就好了，有留就好，各位。这个棺材呢，这个板呢也是很重要。我吃这棺材板好不好？祖孙三爷三个人在吃的话，感觉更好吃。要挖料，要挖料。哎呀，不小心又挖到那个 taco， 不是 taco， 你不要再讲 taco 了，花枝，小花枝，花枝有没有？嗯，太搭了，这个酱骨太棒。哎，我这个给咪咪跟豆芽再吃好了。来，阿咪来。我真心觉得你们做的很像那种西餐厅端出来的那个一份，大概350配那个面包，稍微装饰一下，插个国旗，点个火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跳个钢管？好了，结尾了吧？我剩两分钟。哦，剩两分钟，好。啊，哎，我们很赶时间了，来来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呢，请订阅我们 YouTube 哦。来，对，再来，啊，咪咪在下面，哎，牛小白来跟我们说说，啊，拜拜。成功，有什么很开心？